LA Care 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健康计划。我们的使命是要为洛杉矶居民，包括英文能力有限的居民，提供公平享有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。我们的使命也受到联邦法律的支持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法律是1964年民权法第六篇。这项联邦法律规定，接受联邦资助的计划禁止因种族、肤色或原始国籍，包括使用的语言而歧视任何人。还有一些其他州法规定，所有健康计划必须提供语言协助方案。加州规定，健康计划必须向会员免费提供口译服务和特定资料的翻译版本。因此，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和健康计划，不包括病患，必须提供口译服务，确保大家都有公平的机会，可以有效享有医疗保健服务。如果在就诊前您忘记或没有要求口译员在场为您翻译，请向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出示您的 LA Care 语言卡，让他们知道您说的语言，并了解您每次就诊时都需要口译服务。请记得在您前往就诊前先申请口译服务。您有权享有免费口译服务，但提出口译服务申请也是您的责任。